谢谢，反正没人喜欢我。给一个天选亚索，就完活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先三星红两决斗，不行，不能升级，升级你不刷不着亚索了吗？刷亚索的概率不小了吗？哎呦我操！这是大哥呀，这是个哥，这太右了，关键太右，后边还整个千珏，右就算了呗，还有虚区，这哥们前期一把也输不了。整个前排呀、啊，整个前排，整俩后排，一个亚索，福星的话差一针，差个塔姆，或者差卡特。先拿攻速嘛，都能用。来个天选蛤蟆，不用天选蛤蟆也行，不需要天选蛤蟆，就蛤蟆就行，蛤蟆就够了。感谢抽奖机器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呀，这有个铲子，我操！谢谢抽奖机器啊！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想参与，抓紧时间参与一下。这还不起飞？谢谢，世界杯来了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四决斗，有没有天选亚索给一针儿？感谢断崖坚守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啊，2500块现金红包在直播间，除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2500，给来一个碰碰运气。感谢断崖坚守。谢谢绿茶雪不雷，还有一分钟啊！等了等等等，朝阳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。谢谢孙悟空蓝莲汉，还有40秒啊、哦！最后40秒开奖了，谢谢抽奖机器。
寿司没有，满汉全席海鲜大餐2500啊。谢谢抽奖机器雪不雷，断崖坚守大艺术家水彩年华。哎呦我操，这都能给你打输了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佛了，太菜了，武器大师啊啊，太菜了吧这！谢谢绿茶雪不雷、孙悟空、蓝脸汉啊、哦！最后10秒钟，谢谢抽奖机器，感谢大马猴戴飞，谢谢萧山全子龙，恭喜咪哄嘻嘻。给老板们再来个500啊！黄图，再来个500。满汉全席海鲜大餐3700。差一阵六角豆怎么办啊？感谢勇神。你说这装备怎么合呀？咋整啊？这不六决斗了吗？那决斗大师亚索不三不好玩啊。直播间有个500块现金红包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滑板还亚索如果升不上去我们主升武器啊，上分卷可以。哎呦我这滑板还给我扎死他，就你是第一名啊啊，就你呀、啊，你就是第一名呗，我没明白，这铲子没有人要，我再拿一个，我看你们要不要。攻速也没了，兄弟们，拿个全套吧。
眼泪能干啥呀？眼泪也没啥用呢，先拿个拳套吧。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有九个老板参与龙门抽奖，只有九个，谢谢。这个不是猴哥，可以来一试试一发入魂。拳套可以爆，这不拿大剑，拳套为啥就能爆啊？这波打得不好，谢谢小石恩，感谢很好吃的柠檬，谢谢草原的狼。等一会儿，别急，我不是瞎子，我能看见，没事。刚位置要好一点就赢了。哎，我发现这决斗大师啊，没有三星亚索前期是真不行啊。不行，咱第两波再升吧，你们觉得呢？没有这三星亚索根本就不行，太面了这。给个攻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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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速！谁说拳头可以爆的？把他封了！靠！第一地装备真烂呐、准备去死吧，风暴就要来临了。装备真烂呐，击破他们的幻想。交给我了，一剑。这装备怎么给呀、这谁也打不过了呀，这给武器上个日炎，上狂徒，上日炎狂徒啊。给上个日炎加狂徒，武器大师。狼人，狼人想要可以要，剑尖可以不要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生银口吧，上个狼人。亚索差一针儿，出。
我还是得要转职，没有转职不行。亚索，哎呀，我要起飞了！第一个造信，好，差不多。虽然我们也有天选亚索，但我们有天选武器大师。最好能给两个水银加上一个转职。给我抡。哎，飞升。谢谢咪哄嘻嘻。攻速攻速，哎呀，永恩，我操你妹呀！我拿了，我们一定要拿永恩啊！不拿永恩，一会儿就后悔去吧。不拿永恩就难受死吧。你要是不拿永恩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就闹心死了，一会儿你就知道到底有多闹心了。这东西可难除了，现在我们还六人口，把狼人撇了，找刀锋吧。亚索一旦拥有了永恩，这就是质的飞跃。哎，这就是质的飞跃。白给两个银血剑，希望鸡哥可以给我们一个攻速加上一个魔抗的，我不想要这腰带跟锁子甲了，行不行？我白嫖三星滑板鞋，哎呦啊，虽然没有啥装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一件，这七哥也不能给啥东西了，感觉呀，给不了多少东西了呀。不行，我们转天神也行，我们转个天神不行，转天神上腰的，走走天神滑板鞋。看给啥吧。快点的，别搁这晃了，晃啥呢？晃啊，晃来晃去的。这个赵信先撇了吧，先。需要升级了。这也忒糊了，这还糊啊，这都没装备，这有装备早就起飞了，有装备能五十来滴血吗？有装备我一百滴血，
你们说这水银给谁？给滑板鞋呀、啊？给滑板鞋吧。我们滑板鞋是主力虚区，不给滑板鞋不行事儿。正义之手和蓝 buff 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应该升级上腰子的。你天神都给滑板鞋了，你不给滑板鞋上装备，给什么亚索呢？正义的亚索，不的，我给个蓝。那永恩技能正好跟蓝 buff 契合，我不给个蓝啊，是不是？武器大师，你能直接把他单杀了不？费点劲。往后点，不是拿分女挂机，一会儿给决斗大师天那个转职，我们就可以上分女下赵信了。你这得留着，这又不卡多少钱，没关系。这亚索死的也太快了吧！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这啊，这来狂徒，来狂徒，这永恩为什么挂机了呀？啊，再给我解释一下。我发现这决斗大师啊，打着那个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吴亦凡挺好打的。
现在我要点啥呢？我好像也没啥要的了。蛤蚱，蛤蚱多了一个，蛤蚱上刀锋吧。行不行？上刀锋加蛤蚱，分女儿少个秘术。上蛤蚱加刀锋吧。我把左边那几个给卖了。御剑仙不要了，御剑仙要就要就上剑姬呗，那剑姬没赵信厉害呀。你们说上赵信上剑姬？上剑姬啊？行，那上赵信上剑姬吧。找一个腰着跟蛤蚱，哎，拉人口吧，没啥上的了。八人口，这两个玩了也没有地，我估计也地不着呀。地着一个啊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地他一周。给滑板鞋呀，我决定给牙叔。无尽不配青雨，还给滑板，还不给。哎呦我操！我砍，漂亮。完了，一样差一个，地了吧？确实概率不大啊，能地出来的概率非常的小，但是我们还是地吧。其实我觉得我也上当了，我地出来这两个玩意儿相当于没地，50块钱地了这么两个破玩意儿，我不如上个老头，对不对？又拿下一个，你老头呢？我老头一会儿来吧，我们前四了，换个位置一会儿。直接换吧，不用一会儿换了，直接换吧。这个滑板还旁边整点队友。永恩往左边站点，刀锋亚索行。哎，这是什么阵容啊？上把就是这个吃鸡儿的，好像这是好像是现在是配小法师是吗？
他们为什么配小法师啊？这新我一天没玩就出来一个新流行的东西嘛，就是这种333阵容，33332。你要吗？你不要，我要。永恩蛤蚱。就这种东西，一来就来俩，你知道吗？一来就来俩。然后剩下就一个也没有，你一点办法没有，就这样，就其他的五配全给你整一遍啊，然后你有的那俩呢就一直就没有，他就老这样。但我们现在只能地了，没办法了，地吧，就愣地。这我也打不过呀，这哎差一点点，刀锋没死，我打着御剑仙打不过，其他的我能打过。我的滑板还被人给切了，刀锋卖了，对面三星，三星的能有几个呀？三滴血，我天哪，6643，看谁最后死啊！给我提升点吧，给我来点提升，给我来点提升，求你了！我装备得给了啊，我把这装备随便给一个。谁比较狠？给你吧。6643，这一轮直接结束啊！直接结束，谁死不知道，谁直接死。来点提升行不行？来点提升行不行？能不能来点提升？可以，再来点提升，能不能再来点提升？薛微来那么一小个。这个给谁呢？这个给蛤蚱吧，嗯。完了，亚索是不是没盾呢？是吧？我估计我们应该是第四名了。我接受不了，这我接受不了啊！哎呀，这我接受不了啊！不过这亚索有盾也打不过，这小法师打不死。
确实打不过是吧？确实打不过，费点劲呢，这。现在都这么玩的吗？我看看啊，两中两密，两中两密三法。打不过这小法，哎，这个阵容行啊！我上把就让这阵容给我干了。下把我来吧，真的，我上把就让这阵容给我干了。上一把我们玩的那个刺客就让他给我锤了。我也来一把，我们也来一把，好吧？一二。